男人一起打游戏，终于加到分了。兄弟们，众所周知，严哥是我的好兄弟，在这两个赛季我冲刺战神中没有少付出他的一份力量，但凡我严哥少带我逆向上分两次，我上战神的难度直接掉两颗星，可以想到我严哥有多努力了。可是在昨天的游戏中既然一反常态，带我框框上分，让我们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。我今天加了62分，爽了。严庄还有一局呢，还有一局接着。哎呀，哥，我下班了，哥。别。这把我们依旧选择落地空投基地，上分的时候一定要稳健，不要慌。我被太。前方有危险。拉人了，拉了。马上去了。这个拉了，该拉你了，拉出来了。拉了。这队太冲动了，直接拉过来被我队友直接架过点，直接带走。就这样轻松的拿下了空投基地，可是没想到小陈跟刀仔真不是人，直接两个人跑去捡空投，于是我跟严哥也不做人，我们两个直接开飞机跑路。我靠，你看小陈，刀仔你个狗，刀仔小陈跑不了捡空投了吧，你个狗，刀仔两个是真的。我靠，看我刀仔笑得多开心，我人都傻了。按着宝的圈，我跟严哥直接选择来到光明顶圈中心，在这里等待刷圈。可是没想到刚落地就来了一个金马。有金马来了，哥。完了，真来了，真来了，哥。脸上来了。没事，小陈，我在会员。快点。啊，开着小金马，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，原来是两个小丑啊！合理的，我操，什么情况？前方有危险！停，给我放点，小丑。来到这个山头，我们也是提前庆祝了这把游戏的胜利，请各位宝贝欣赏我的舞姿。刷烟花，皇冠老铁和乌鸦，你是礼物的你呀、啊！全网的大哥往我们榜上瞧。啊，说归说，闹归闹，别拿吃鸡开玩笑。看我新研究的战术，上分必备。用这招前，你必须要有三个非常凶猛的队友。冲！一楼，我死架，冲！上来，喷这，完了，我死了。直接上，我死架，稳住。他们已经死完了，兄弟。打到掉海里了。我死架，你们别上。大男直接死，大头鬼下，我死架，你们直接上。看我这战术还可以吧？我在水下拉枪线，队友在前面嗷嗷干，用上我这招上分你也行。这招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啊，一定要谨慎使用。好了，直接来到最后一波。我在圈里。有个人拉你们了。我这边倒了，光子倒了，光子也倒了，最后一个在哪里？最后也是配合队友成功拿下本局蛋糕。目前我们离战神还差最后的200分，点个头像，正在直播冲刺战神中。